李美泰家小姐是新竹竹北汉人的吟咏人邱亮琴，本来是一个精神正能治疗师，每当要追求此生开始的吟咏梦想，伊就敢过天贴的条都并脱的。2013年，伊推出的特意种汉语专辑，就得到金曲奖入围前厅。过几年，伊正能乐团再个创作三种专辑，不但只敢客家文化元素甲乐器。每面街代表显出韩国丰富的音乐风格，以用流行音乐来包装客家文化，希望韩国多年是在大部营业地位音乐甲以客家。左手拿着木铲，右手拿着麦克，冲出西地洞，演唱流行音乐比赛现场表演中的唱牛，也是爱看乐乐团头一摆的新作主辈，很准时发表演唱会。第一首歌曲《梦想天堂》，一路共我。祖宗邱亮琴阿琴是祖辈的汉人，离开家乡19年，头一摆回到家乡表演，亲戚朋友都赞满支持。慢来都看得到，就是我爱的海报啦吼，我爱像没有不汉人地区的感觉。大家当翻译的，爱歌爱爱说爱姊妹见面都蛮回来。爱恁三个，通下片就通下回来。跟传统客家音乐的元素，会靠苗尾感染高桥杜康、阿琴跟编曲年代用，闽南一些年代成立的爱卡乐乐团，创作风格过自由、过丰富，希望带点弹奏来探索客家文化尤其赞美。其实客家流行音乐需要不断的重构、重组，然后用新世代的方式，再给新一代的后生们可以有一些聆听上面的新的感受。没有啊，从外种归多年的阿琴，去年结听带点一部台式回到祖辈，面前暗涌，认识了一朵无名音乐的创作者，相互交流。他希望可以让年轻人或者是不知道客语或者是不懂听不懂客语的听众可以更快速的去进入这个状况，这个语言的状况，所以他用了一个很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的，好，可以快速让听众听到他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阿琴本来是一个精神正能治疗师，为了爱追求梦想，就跟过天贴的条路并脱的，成立文乐团还推出的翻译专辑。不过，伊是传统家庭最讨厌那一，暗用的结听其实也爱唔支持，所以2013年伊就用过简单的吉他同歌声推出的头一种翻译专辑，跟伊最好的音乐包装做送给阿爸阿妹的礼物。感觉到好像跟我的爷爷奶奶很亲切，特别讲举牌做是你为了金曲奖哈，那时候有时候觉得一个是心里面的一个肯定，哦，所以我阿爸阿妹就慢慢的认同我做客家音乐做音乐这条路。此时的都卡归手工合法尾翼，其实合法工来唔系一百条。第一种汉语准写的歌词，还可以对四点渡河一扎丝一扎丝查出的烟。不过天天创作，还加表演机会变多位，也就跟母语两度转落耶。还个跟客家文化感染也爱生命渡河。今年起始，伊去土嘅交通太好，客家文化跟沙飞彩纸烧丝板，而去了解韩国丰富的客家文化内涵。因为继续来走这条路，其实你需要一个支撑，你需要一个更多的内涵。走了始终赚自己日后哈，我觉得该是再去进修。其实他有在发掘更传统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想怎么把它，因为我就是想说要怎么融合，其实这样的结合会
比之前再更深入一点，就是不是表面的东西，而其实包括语言啊、文化什么的，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它，做的会让人家更觉得，哎，这是更有意思的东西。深贵对客家的感情，对母语的认同过后，有时阵来爷爷阿琴就伫路卡发通的一撮自我运通，伊伫路卡引出出爱森林的共合法的环境。失败，你莫讲，你要讲嘛？失败。我鼓励伊要讲嘛，那种嘛，十块政策。听讲诶，共合法发十块嘛，应该你讲课我给你十块。Ship kill， 所以。可能记得会讲讲哈哈尾地位咩体积天气，可能要十 kill 两记，阿爸十 kill， 本一千啊，本一千好，啊高一讲啊，哎给他十块钱，在一个二十分钟的环境里面，可能我就营造这二十分钟，爱美动摸汗呐，啊，那我花钱请你来听课，哎。记得有兴趣啊！爱是秀天咯，爱是秀丽天，爱是换你了，换你，爱是秀。哈贝呢？对爱来讲，系老武汉人上连嘅记号，咪系一种嘅身份嘅认同啊！你袂讲哈，你系你有一家身份。很多在他这个年纪的客家人已经。失去了客家的语言了，可是他却重新把母语成为自己是一个使命，一个使者，他想要把它带回来，并且让自己的下一代也不要断了那个母语的传承。人是爱眼睛，将爱有去你上梦边，不是人两人该笑都无个声。阿琴创作的工作室，黑地亚路卡插出来一只世界内。所以也音乐归接近成分，也写到脉动人心。也给本段从爱中的字体，用以一流理论归认真的态度，在沉浸的歌唱当中，听听的轨道路卡，还会发挥也会正面能量，继续为母语音乐回答家。